讲台语是好代志，但是呢，人大路唔行，行弯岭，好人唔做，要做歹囝，啊，就无采台中的乡亲咧，甲你听吼、哦。竟然呢，啊，一个国会民意代表啊，立法委员赞同一个政府呢进口小弟吧，所以呢，咱家小姐和我上的就袂使放伊耍哦。今仔日背离民意啊！会使讲，不但进口小弟吧，参咱呢提案讲要买疫苗，赶紧予咱台湾人赶紧注两剂，会当出国，会当开放经济。安尼伊强烈反对，即马呢转移焦点，白白布尼加乌，四界去咧乌白背吼、哦。所以即款呢民意代表，既然伊无要予咱听呢，咱就唔通成低压走，成见不好了吼。即、哦、摆呢十月二三。用咱新型的一票，给伊一个反省的机会，哦，请伊呢重新反省了后，还佫再度出发。陈柏伟之前应征大陆的体育主播，努力学习大陆的普通话。啊，那个，你很啊？你讲啥？陈柏伟应征大陆的主播，好夭寿啊！哦啊，这一块我看过来白贼啊！原来伊早就跟大陆三明海誓，即马甲讲阿强的歹势，安尼就对了。哇，这出卖台湾莫此为心啦！人讲恶魔假书生就即款的，伊真正捌去大陆应征主播，有影无影？啊，落头落尾拄着我，无先甲问看卖啊咧。所以各位乡亲啊，目睭白乌金啊，脚尾煞乌灾啦，像即款的。安尼一块我看过来的白贼，即马旧卡索过来寄出来，安尼恁得爱看好清楚，吼、哦，明的一套，暗的一套，啊，这款的欺骗乡亲时代，不但骗票，尔阁欺骗咱的感情，一张选票一世情，所以十月二三，大家用这张选票，予伊再度的反省啊！